单功能。这个表单功能做完之后，就是你们刚刚看的东西。那你们填完的东西在哪里呢？实际上哈，他就会放在那个云端的那个这个查看回应嘛。啊，总共28位同学，所以哈，其实大家效率都还蛮高的。查看回应里面哈，他就会帮我把它放在我的